是说对抗那个登革热。对，登革热。登革热。2015年是登革热的问题。2020年开始，现在2023年2月是那个肺炎，新冠肺炎疫情。用硫磺，用烟硝啊，放鞭炮的烟硝来消防，消除那个空气中的瘟疫病毒。2020潜水的放风炮的规模都受影响，然后今年2023年2月4号、2月5号、2月5号晚上就有恢复以前的那种大规模的放风炮、释放烟火。大家做伙来共同来参与啦吼，啊，